就完成到一个这个状态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妈说哪一个状态是最好的？哪一个状态？如果是从状态的角度来说呢，你是发现发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发现发才好啊，比较嗨，对不对？双手开心，你可以从低下完全发力蹬出去，蹬回来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叫准备打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在整个说的过程中，一说完之后怕能结束，不要再去，不要再去。所以呢，也不能打得太舒服，有点像刚刚讲的太舒服，也不要太舒服，太自在了。比方说，我打完说了，偶尔就打我，我也是这样。啊，不是的，应该是要干一干那些啊，我推他一下，我也不要推他一下，是不是？他快要打了，他起不来。像你飞身的方向也会飞身。